我在学校门口卖了10年的茶叶蛋，今天就把这个价值10万的配方告诉大家。鸡蛋冷水下锅煮8分钟投凉，有节奏的把鸡蛋敲碎，放进砂锅加葱姜八角花椒桂皮香叶茴香干辣椒，再放15克老冰糖，1勺盐，2勺生抽，1勺老抽，最后放10克红茶，加水没过鸡蛋，焖入10分钟，关火放置2小时就可以吃了。不好吃你可以来掀我的摊。